所有结业生进场。虽然说你们毕业了，可是呢，如果我以后上班很辛苦，然后我想到你们，我就会觉得很有力量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夏天我们一起经过很多好玩的事情。这里来了，小孩子，毕业每周六晚上8点，敬请锁定台视主频。